晕的，大概三分钟左右，拿起来看看效果怎么样？来，开封了，拿起来，然后给这张纸拿起来，看看效果怎么样？哎呀！第一次搞，怎么压出印子来了？这里，看看，哎，压出点皱纹来了。好像这个板子。板子嘛，没搞经验，纸倒是经。可以嘛？可能底下垫的不平，底下垫的不平，可能。这里有点印子，这里标的有一点印子。远看效果还是可以。OK，就这4第2张。